好，我哋今次咧讲到渴慕同埋进入神嘅荣耀啊！啊，对于有啲人嚟讲咧，呢样嘢好似觉得好虚无缥缈。咁我啱啱去完尼日利亚翻嚟，两个礼拜到啦。咁咧喺嗰度就见到一个牧师，就系有呢一个荣耀嘅经历。咁一阵间我都会讲到呢一类嘅经历嘅。咁佢试过咧点样咧？就呢啲遲啲會喺 YouTube 嗰度即係會擺上去㗎啦。咁佢有咩經歷咧？好特別嘅。佢有一次，佢明明喺佢屋企嗰度附近，但有個人咧係好遠路，就話我揸緊車，你就喺我隔離叫我唔好揸車揸咁快。就話你喺我同我一齊呢個第一個經歷啦。第二個經歷咧就係有另一個人，呢個人係佢唔識嘅。咁咧，佢咧就嗰個人咧就話：你走嚟我度祈禱，叫我得醫治。好啦，咁嗰個女人真係祈禱得醫治喎。咁然後咧，佢就喺街執到佢嘅電話嚟，好神奇噶，真係喺街執到個電話，跟住就用個電話揾即係嗰個牧師就揾電話打俾佢啦。佢接咗電話啦。咁佢話：我有你嘅電話，我會俾翻你噶啦。點樣俾翻？然後咧，佢話。我就見到你同我祈禱啊！我再講一次，可能呢個比較複雜啊。有個牧師，佢就喺一個地方，但係有一個姊妹喺另外一個地方係唔識嘅。咁佢就話咧，佢有病，然後佢就見到呢個牧師嚟同佢祈禱，然後咧佢就好翻咧，然後跟住咧佢就喺個街執到個電話。接到電話之後咧，係個牧師嘅電話。個牧師咧就揾第二個電話打去俾自己嘅電話，然後就話我唔見咗呢個電話。咁個人就話你嚟攞啦，我喺邊度攞。然後咧佢嚟到，佢話你就係我見到你為我祈禱嗰個牧師，係咪好神奇啊？咁佢叫埋嗰個姊妹嚟影攝錄喎，即係嗰個姊妹又嚟攝錄埋嘅。咁仲有另外一個故事，等我諗一諗先嚇，因為咧我係啊，即係。太多，即係總之咧，就係佢能夠會喺一個地方，而人哋話佢喺另一個地方。係，仲有一次，佢喺度講緊道，咁啊有一個姊妹咧喊到不得了喎，好緊要嘅喊。咁佢就話完咗之後問佢做乜事，佢話咧我初頭見到你講道，但係後來變咗耶穌講道，佢咧就感動到不得了。咁啊呢三個經歷咧就係佢所經歷嘅。咁當然呢啲經歷唔係普通人有嘅，即係我哋唔好話我幾時有啊，即係唔係一定嘅。其實好多人都話人哋有咩恩賜喎，我幾時有啊？唔使咁諗嘅，因為最緊要係咩咧？係我哋同神嘅關係，我哋愛神，我哋聽神話，做神吩咐你嘅事，咁就最緊要。神就會自然為你預備你可以發揮嘅地方。即係個問題唔喺神嗰度，係我哋嗰度。我哋聽唔聽話？我哋有冇同神有好嘅關係？有冇順服？有冇俾神去掌管？當我哋俾神掌管咧，神就自然會使每一個人嘅。係你越聽話就越提升嘅。咁我希望大家咧，有啲人就好注目喺某個先知。其實咧，我先知有佢嘅位份同埋工作。我覺得先知最重要係咩咧？就係帶領人或者係教會或者群體或者個地區進入神嘅計劃。咁咧，但係有好多人咧，使用先知又唔係呢個作用嘅，佢係咧自己好唔開心，好想揾個先知話俾佢聽，耶穌而家愛緊你啊！咁我有時我聽到話好嘅，你收呢個信息，不過咧，我話聖經早已話俾你聽嘅呢樣嘢，你唔使人，唔使先知話俾你聽嘅，或者咧你要悔改，聖經一早話咗噶啦，你要悔改噶啦，你要親近神，神就祝福你，呢個聖經已經話咗噶啦，即係呢啲唔係先知嘅主要嘅位份啊，即係佢唔係主要做呢啲嘢嘅。當然先知都可以做，不過咧，其實好多人就唔好聽話，就想揾先知咧安慰下佢自己。先知最重要就係佢真係能夠肯定你嘅方向，而你自己亦都同時領受到神嘅感動。譬如我好多年前嗰陣時我是，我係移民咗一個國家好多年，然後我翻翻嚟嘅，我好想翻嚟，但因為我第一個太太佢已經識路歸主啊，咁佢好適應唔到香港。咁佢要我翻去，咁我咧就好唔開心，要翻去。不過我接受，咁我就順服啦，就翻去啦。我未翻之前，有一個我教會嘅弟兄，佢同我祈禱，佢話咧：第日你會翻嚟，定一你唔係就係翻嚟，你會去全世界。
咁呢個咧真係喺我都未曾有呢個意念之前咧，神已經開路嘅。亦都有一次聚會，有個先知，佢就叫我出嚟，我坐咗即係好多人之中，佢叫你出嚟，佢就話俾我聽，神要大大使用你，同埋將你帶到去列國嗰度去祝福佢哋。咁呢啲就係先知嘅最主要位份提升。最緊要係我哋聽話咧，其實神一定同你講嘢嘅，一定會帶領你嘅。即係有好多我而家做緊嘅事奉係我冇諗到，唔係我諗出嚟，唔係我計劃出嚟，係我哋聽話神就會帶領嘅。咁所以希望今晚咧俾大家睇到，原來我哋可以進入神嘅榮耀。呢個榮耀係好美麗嘅。我哋睇到聖經裏面有不同嘅人物進入神嘅榮耀啦。呢個圖畫係邊個咧？如果大家熟悉咧，呢個就係你睇到兩塊板喺度係咪？呢個摩西啦。咁神咧就同佢講啦。他說你在一個石罅那裡，然後呢我走過的時候，我用手按住，讓你看不到我的前面的榮耀，因為任何人看到都會死的了。然後我過後，即是一個神不是最強的榮耀，那我就會放手。那這個，即這個當是一個圖畫，神放了手，跟著那些榮耀就發出來。而那個經文呢裡面是講到什麼呢？神就跟他講，他說我要將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，原來神的榮耀是他的恩慈的。即是我們其實活在神的愛中，經常被神祝福，經常享受神的愛，在神的愛中越聽話越親近祂，又越真的將生命交給祂，祂就會大大的提升我們。這個就是進入榮耀的領域。很多人就在聖年聚會追求什麼呢？就左手邊那些釋放醫治啦，好的，我們都很樂意，我很樂意，我經常都有人找我，祂說哎呀不好意思，真的好冒昧嘅，又揾你，我話已經好多個揾我，唔緊要噶啦，冇所謂噶啦，因為我係人都想幫，但我最想幫咧係你願意俾神用，當你得醫治之後俾神用。咁啊，好多人就停留喺要釋放醫治，有時就係佢唔處理生命啊，即係話佢有煩惱，又俾人影響，又成日想結婚又揾唔到對嘅即係適合嘅配對象，咁咧日日都好煩惱，哎呀，日日都需要釋放。咁嘅時候咧，釋放亦都釋放唔到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嘅心好煩啊！但如果佢深信神有奇妙計劃咧，神會嗰、那個人係咪你安排走唔甩嘅？但亦都有啲人咧，神係安排佢單身，咁你話死啦！咁我真係最唔想啦。如果單身，我真係唔得噶啦。但其實單身有你嘅自由啊！如果你即係有好多個結婚，你屋企有仔嗰時候，你嚟唔到今晚嘅聚會噶，你好多嘢做唔到嘅。其實咧係一個自由嚟㗎，能夠即係單身都一個自由，並且咧即係神呼召你做咩，你都可以去做啊。同埋咧，好多人咧，佢咧即係佢只係想追求問題，佢個問題解決到，揾到份工啦，同人際關係好啲啦，處理佢問題啦，或者得到關懷啊，我哋都好樂意去關懷嘅。不過咧，一個人關懷到幾多個啊？即係我哋就算有領袖，都係需要慢慢咧，我哋自己關懷人。咁你得到好多關懷㗎啦。我自己咧，時時都有人同我有關，即係有溝通啊，有鼓勵啊。因為點解我成日鼓勵人、關心人，所以係有好多人咧，好樂意、好樂意同我溝通啊，有好嘅關係。咁我希望大家都係咁。咁嘅時候，你唔使淨係揾人關懷你，你關懷人，你都得到好大滿足嘅。咁亦都好多人追求恩高。我哋一間咧會有祈禱時間進入神嘅強烈同在。咁我哋之前咧已經有啲人咧係有經歷喜樂嘅，睇先有冇嚟到啊？有嚟到，係有經歷喜樂嘅，可唔可以出嚟簡短分享一下？我哋一間咧都會這個都係進入榮耀嘅一種嘅方式喎。喺我嚟講，我諗耶穌咧已經啲喜樂湧流嘅，咁你哋可以出嚟咧簡略嘅分享一下。講下點樣醫生即醫治啊！咁之後咧，葉牧師就同我哋有一個操練呢個被聖靈充滿嘅乜，之後就分咗幾組啦。咁咧分完組之後咧就大家圍個圈咁樣就喺度放鬆咁享受一下新鮮，即係
享受下耶穌先啦，咁即係好放鬆啦，咁乜都唔諗，好似有唱歌喎，但係係啲冇乜歌詞嘅歌，係咪？例如係，係啊係啊，唱嗰啲哈利路亞首歌。係啦，咁樣之後咧，喺我揈下揈下隻手嘅時候，就開始喺度笑啦。即係佢自己腫瘤出嚟啊，喜樂腫瘤出嚟。係啦，我之前見過有其他姊妹係試過，咁但係我就第一次。係啦，咁之後一聽到主耶穌就喺度笑啦。咁之後咧，翻到屋企成個禮拜係冇曬啲負面思想去出現喎。本身我係好多負面思想，唔知點解好多咁樣喺個腦嗰度出現咁樣，之後成個禮拜冇啊！我之前係出街嘅時候都唔知點解好多嘅，即係見到呢句又會話人，但係我唔係我個口話，我係個思想就會咁樣講咯。之後咧，但係成個禮拜都冇，好開心咁樣。咁你而家保唔保持到嗰啲氣量？而家要再翻你初練啦。okay, 好啦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咧都希望一間我哋親近神嗰時可以進入神嘅喜樂。神嘅喜樂咧唔係為咗發神經嘅，係為咗能夠隨時可以經歷到神嘅同在，並且將呢個恩膏帶俾人，讓人經歷到喜樂，而己亦都得到釋放醫治，隨時可以經歷神嘅同在。有冇想分享點嘅？有冇 ？OK， 好啦，我哋繼續啦，因為我請咗佢分享嘅，咁佢所以預備好。好啦，即係我哋想有恩膏，但係唔好淨係停留喺要恩膏。有恩膏咧，係想祝福人，咁樣咧神就會俾你嘅。如果你淨係我要恩膏咧，你哇追求啊嗰、那個名目啊嗰、那個聚會好有恩膏啊咁啊，去完翻嚟你發覺咧過咗幾日一個禮拜咧就會慢慢減弱㗎啦，唔會永遠停留嘅，一定係需要我哋保持同埋使用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被聖靈持續嘅充滿。咁我應該追求咩咧？係同神密切的關係，同埋神強烈的同在，不是只是同在，是強烈的同在。一愛神，即刻咧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是聖經話咗嘅，聖靈將神的愛轎灌喺我哋心裏面。聖靈的果子是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，即是神的同在，同埋咧能夠處理生命中所有的負面思想、負面情緒啊，同埋帶住恩膏去祝福人。嗱，呢一幅圖咧，我就係一個人祈禱，呢個人你見到佢笑緊嘅。但佢之前幾分鐘咧係嗌到咧好淒厲嘅，咁然後咧，當我為佢祈禱嘅時候咧，佢就充滿喜樂嘅。咁我都有嗰個影片嘅，我曾經試過一個禮拜播出嚟嘅。咁呢個就係我希望大家個心放喺嗰度。你越放喺神嗰度咧，你越快得醫治、得釋放。你成日都話：哎呀，我好多煩惱，越係諗煩惱咧，就越多煩惱喎。哎呀，好多人話我唔好，好多人唔中意我，我冇朋友嘅，成日都留喺呢度咧，係冇力量嘅。好啦。進入神的榮耀啊！咁啊，講到摩西點樣進入神的榮耀，我一齊讀出埃及記33:18。摩西說：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。耶和華說：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，宣告我的名。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，要憐憫誰就憐憫誰。又說：你不能看見我的面，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。咁呢度摩西咧都好。放膽喎、同神去講，求你將你嘅榮耀顯俾我睇啦！真係咧，佢係好夠膽，話好有信心啊！嗱，咁有啲人話我都求過，不過點解都冇嘅咧？我哋又唔好一定話我求咗，我都求見耶穌唔知幾多次啦，但我真係冇親眼見過耶穌。不過我為啲人祈禱咧，就好多個見過耶穌，但我自己咧就冇見過。但係咧，我又唔會話在意呢樣嘢。當然我好想，我真係好想好想。但係，如果神冇俾我，又唔緊要嘅。神俾我好多嘢，佢成日都帶領我點樣教導啊，隨時經歷聖靈啊，幫助人生命更新啊，我覺得已經好好嘅。不過如果我見到佢更加好啦，即係如果我見到佢嗰日咧，我一定會真係咧興奮到不得了，一定會話俾好多人聽嘅。咁咧佢就求見神嘅榮耀，但係神嘅答案係咩？19節，佢話我要顯我一切嘅恩慈喺你面前經過。即係神答嗰時就唔係答榮耀，係答佢嘅恩慈。原來神嘅榮耀就係充滿佢嘅恩典啊，佢嘅慈愛啊，神嘅同在就係充滿慈愛。所以喺神嘅裏面嘅人咧，係會好開心、好舒服、好輕鬆嘅。咁咧，由第20節咧就話：你唔能夠睇外面，因為人見外面咧就唔能夠存活嘅。嗱，下面咧你就見到嗰啲黃色同埋綠色，黃色咧就係神嘅屬性，因為神俾我一個叫發揚神屬性查經法，就係裏面講到神嘅屬性。綠色就應該做乜？咁呢度咧就係咩咧？神嘅榮耀係充滿佢嘅恩慈嘅，即係神係好好嘅。相對魔鬼咧就充滿邪惡，
丑陋，但是神的同在是充满爱的。我们越有神同在，那个人就越多爱的。那我们希望都渴慕神，我感谢神，这个天地万物有一个自有永有的神，我感谢神。这个神呢不是少少完美，他是完全的完美，无论他在慈爱和圣洁都完全的慈美，完全的完美，即是每一样东西他都是这么完美的。如果这个神很恶呢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过，即是都没有选择过，都要跟从他的，如果不是呢，即是也都有不良的后果。但是这个神呢，他是真的很好的，他是真的最慈爱的，他的荣耀就是充满他的慈爱，还有他愿意显露他的恩慈给人，这个就很特别。他愿意，其实摩西这个经历，其实有不同的人呢见过耶稣，即是如果你上网看呢，我其中有影片呢就是讲到王传道，他就其实都是上天堂的，他不过不在香港的，他也都不轻易可以找到他的。那他呢就祈親土就上天堂，同埋佢祈親土喺個地方咧，佢就已經感受到每一個人嘅靈係點樣樣嘅，即係佢同神個關係咧，真係進入好高嘅榮耀啊！喺香港都有一個姊妹咧，你揾關姊妹任業牧師喺 YouTube 揾咧，關姊妹咧，你都見到佢咧，亦都去到天堂，見到生命冊，見到賞賜記錄冊，佢亦都見到我嗰本啊！咁佢喺嗰度講，咁啊佢講我都好感激神嘅，因為佢話咧，你嗰本咧。又厚又包金，同埋寫住我的愛子和我嘅名，我好感激神，我亦都覺得我不配，係神嘅恩典，佢呼召我喺我軟弱嘅時候，讓我經歷聖靈，係神嘅恩典嚟嘅，唔係我夠好嘅。咁我睇到神咁好，我就好全心咁回應，咁神就喜悅啦。咁你都可以嘅，你都可以經歷到聖靈，你可以回應神嘅。咁啊，綠色就係我哋做乜啦？我哋就渴慕神多於一切，任何一樣嘢都唔值得我哋渴望。好多人渴望錢，神可以俾錢我哋。其實我一個貧窮家庭出身，但我而家可以有經濟去全世界不同國家，並且幫助佢哋經濟，係神賜俾我嘅。我感謝神，即係神會俾你足夠嘅嘢，神會將最好嘅俾你嘅。當你聽佢話嘅時候，所以我哋渴望神多過一切。好啦，跟住下一節咯，廿一節。耶和華說：看啊，在我這裡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。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，我必將你放在磐石園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你過去，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見我的背，卻不得見我的面，就可以見到神的背了。好啦，咁呢度講到神的屬性喎，神就要用盡方法祝福我哋，即係佢會諗個方法。就係遮住佢，等佢睇唔到佢正面嘅榮耀，嚟到俾佢睇到佢稍微冇咁強嘅榮耀。咁咧，但係呢個紅色代表人冇做嘅，就係人珍惜世上嘅嘢，唔珍惜神同佢嘅愛。唔係好多人珍惜神，好多人經歷聖靈，翻屋企咧又唔會珍惜喎，唔會保持喎，就佢唔珍惜神，佢唔覺得神係最好嘅。佢珍惜咩咧？哇！有個女仔中意佢，哇！佢就搭堂啦，或者女性嚟講，有個男仔中意佢，哇！真係～歡喜到不得了，呢啲嘢就緊張到不得了。但係我哋有一個全能嘅神，咁愛我哋嘅神，我哋應該係好感激。希望大家都係有呢種心去珍惜神，神就一定珍惜你嘅，神一定祝福你嘅。咁咧同埋回應啦，就係相信神好想提升我哋。即係我喺咩經文，我都睇到神嗰種美好，佢種美善，佢種屬性。然後我哋應該點樣回應，同埋有啲人點樣唔回應。咁另外咧喺出埃及記34:28，亦都講到摩西同神嘅榮耀一齊有咩後果啦？一齊讀下。摩西在耶和華那裏40晝夜，有不吃飯，有不喝水。耶和華將這約的話，就是10條戒，寫在兩塊板上。摩西手裏拿着兩塊法板下西奈山的時候，不知道自己面皮因耶和華和他說話就發了光。即係佢點都唔知啊！佢同耶和華一齊嘅時候咧，佢唔知道佢塊面發咗光。同埋咧，佢40晝夜唔使食飯，唔使飲水啊，係不可能嘅。即係禁食都有啲人禁食40日，不過40日咧，通常禁食咧就唔會係全禁嘅，即係有時可能食啲菜啊，飲啲湯啊咁，同埋一定飲水嘅。但係摩西山上係40晝夜唔食唔飲，咁所以咧，將來到逼迫嘅時候，但係逼迫嘅時候咧，因為如果你大家熟悉聖經就話咧，
要受呢個受印記，如果冇受呢個受印記，就唔可以做買賣，即係唔可以買嘢食，又唔可以賣嘢，即係唔可以做生意，唔可以賺錢，係一定要有呢個受印記嘅。嗱，咁有好多人就話而家嗰啲咩晶片咧，就係受印記。魔鬼可以用晶片，但係而家嗰啲晶片未係。不過我就話，如果要